我叫滕宇，目前就职于福耀集团，任集团采购部总监。福耀集团是一家专注于生产汽车玻璃的上市企业，目前在中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70%，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是25%。在全球的地位是在第三位。福耀集团目前有20000个员工，在中国和在全球有15家的工厂。我们的客户包括了全球所有的主机厂，例如德国的奔驰、德国的宝马，还有德国的奥迪，还有其他包括日本的丰田、本田等等，几乎我们的产品覆盖了全球所有的汽车工厂。福耀与林德的合作开始于2003年，目前福耀拥有林德1100多台的叉车。在我们与林德合作之前，实际上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其他的品牌和其他的装卸设备，那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林德，正是因为林德的产品给予我们的信心，还有林德的服务给我们的贴心。目前福耀的所有的工厂都配备有林德各式各样的叉车。因为福耀的全球化战略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自动化的转运设备，所以说福耀与林德结成了深远的战略合作关系。在与林德的合作当中，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林德在服务、价格和品质方面给予福耀以 Group 客户的一个待遇。我们计划是在2020年，我们将有志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。